不出。辖区内所有店铺关门，人员只进不出。这都12点多了啊，现在小朋友、老人家都还在外面呢。我就问你啊，我们现在福华阁的话就在那里，我们现在如果走到福华阁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？没有问题。哦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那我们走吧。但你要等一下，我等上面指令啊。哦，上面什么时候来指令？你只要给我时间就行了呀。我们现在因为隔离酒店，因为你们现在去隔离酒店，你们不愿意住的话，就是说好的酒店先让他们住，就越往后的话酒店就越差。哦，原来想分化群众啊，我去。我们现在都是吗？但是哎呀，服了，会找酒店没有，那我就在这里打地铺就行了。哎呀，原来是想分化群众啊，先把那些好的分走了，然后先好的分走，说你们上去了。他们能住五星级，我们只能住快捷酒店，是吗？所有酒店我们都找，但现在没有酒店。说句实话，你们没有酒店，我们替政府解决问题不行吗？你自己先把你自己逻辑理说好不好？你自己前言不搭后语啊。这个理由你政府资源紧张，我们居家隔离响应政府，还节省资源呢。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已经集中隔离5天，那边也没有疫情，我们也没有疫情。你告诉我什么叫风险？哎，什么？麻烦不要拍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行啊，我们都在拍啊。怎么不能拍呢？哎呀，怎么不能拍啊？我们大家都在拍啊。那我讲的没有道理，所以不能拍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只能找到政府办事的单位跟我们聊。你们拦着我们，你要告诉我理由。他的就是捅到网上去，看他怎么处理。接受指令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接受什么时候接受指令啊？你给个时间嘛，给个说法嘛。你的上一级是哪个单位呢？你现在街道办是吧？我们上级是抚田区区政府，我们从抚田区防控指挥部。防疫指挥部是区政府的吗？对。哦，区政府。那你们是街道办啊？那街道办的领导啊，福田街道办的领导是谁呢？我忘了。我们在酒店，在。这帮人又来撞墙了，一个人400-500块枪又搞起来了。沙尾这个地方就是麻烦。今天市场都封了，全部店铺都不知道了，市场都没开。金辉也封了，你看了，地铁也停了。今儿同志们，这待会儿咋样，对不对？干嘛要封啊？你到哪有文件啊？那个文件上面没有我们这个小区啊。这小区在哪里吗？我们24区在哪里吗？24区。封了又封，我们24区在哪里吗？就是你要把这个真正的同胞文件给我们看，24区封，对不对？
好了，现在又不能出去了。啊，保安说卫健委的，卫健委的搞个文件，章也不盖，说不让出去就不让出去。这什么时候说了？这两天要那个。吵得要死。行了，这是为你们好，你可以看了发给他。你说我们现在这里防控，你就告诉车站。现在又不让出去了，麻烦的要死。三天两头的把我们关在村子里面，他妈的物资也不给我们发，什么都没有。只要你们放，我们就跟着出去。他们开始炸钢筋了。老黄呢？开会了。首先民生问题你要解决呀，没得吃啊。啥问题嘛？吃饭呢？吃饭呢？吃饭，我跟你讲，中午你们就可以点外卖，然后下午政府也会给你们配送物资进来。啊，那就没事，只要解决民生问题就没问题，是吧？昨天你就没通知，说封的不进，你今天早上到中午也没饭吃。我们也是昨天知道有病例的，你告诉他也不进。昨天要是说封，我就不回来了。公告是凌晨发的，凌晨五点发的公告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对，好吧。这样一搞，这一线城市深圳市铁杆村两个人被封了，封了六天发的物资是一条这个旺仔牛奶，两个面包，两包方便面，他妈的深圳市啊！小孩这么小要去隔离啊，心疼啊，真的是。现在幼儿园那里都是啊，现在全部要去隔离，老师全部一片了，一个女孩子要带一个家长去隔离，啊，这样搞下去真的难受，所以头痛啊。
这帮人不少。我这个。完了，又要关，一关一个村，一关点三万人，一万多户，所以啊，这次东四方又有一个病例，二十来岁的丫头，人家也是跟你一样青春年华，然后呢？啊，得了，得了以后 CT 值一测。不到二十，只有很强的传染性。如果是不去遏制它，不用大概率的这种措施防止小概率的事件，会有更多人的传染。领导，您说的我都理解，我们也很支持。我是说我们，我何尝不希望你们都自由啊？是，不去上班。但是您说这次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说的不都理解吗？你听我讲完，这次各级就正因为考虑到白石洲的这个反复论调、反复研究，最后只把东四方啊进行了管控，是不是啊？尽量缩小管控的范围。这不是间接的，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吗？那为什么又要考虑到风险？你不是这么疯吗？那你有风，那红了好几栋就好了吗？父老乡亲们，你哪一栋有风，哪一栋不就是了吗？你这里留个门给我们这边有风，我们这边不说，没啥说的，好吧？你这样搞得我们这里出去不行吗？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工作。你先，我先，首先你听我，你不是大家先听我讲讲。子枫，不是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能说。欢迎，你先说完。我跟你说有屁用。